虎扑11月16日讯德国队的收视人数在最近有了比较大幅的下降。好消息是德国对阵乌克兰的欧国联收视人数有了起色。相比几天前德国与捷克的友谊赛比赛，德国与乌克兰比赛的收视人数有了显著提升。在上周德国1-0击败捷克的比赛中，德国国内只有542万人收看了比赛。在三天后德国与乌克兰的欧国联比赛里，收视人数是816万，有了明显提升。不过相比前几年，德国队的收视人数还是相对较少。